这是丽娜，这是丽娜的朋友王磊。王磊，我以前喜欢他，现在有一点不喜欢他了。喂，喂，请问丽娜在吗？我就是，你是王磊。丽娜，你今天忙不忙？我太忙了。明天忙不忙？我很忙。你真的很忙？我有事得去工作。下个星期忙不忙？我不忙。太好了，我们下个星期六去吃日本菜怎么样？我请客。不好，我不喜欢日本菜。可是你是日本人对不对？不对，我是美国人。那我们去吃美国菜好不好？我也不喜欢。那你喜欢买东西吗？我没钱。算了，我去找别人。再见。我以前喜欢他，现在有一点不喜欢他了。